哎，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能和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做的一些关于LLM 那个可观测性方面的一些工作啊，基于 eBPF。在开始之前呢，我也想和大家去做一些小小的互动。So who use who knows eBPF? Please show me your hands. Okay, thank you. So who use PyTorch?Please show me your hands. Okay, thank you.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去分享一下我这边的一个议题 ，Unlocking LLM performance with eBPF. 对，这是我的一个 outline 然后 outline， 然后从 background 到这个我们的一些现有的一些solution 到方法，再到我们的一些实践的案例。想分享给大家，对，我们知道，LLM 大模型它有很大的这个参数，比如说像 GPT 那以及 Llama 3都有将近 training 级别的这样一个参数。那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参数下呢，需要去消耗大量的 GPU， 可能是上万级别的这个 A100 或者是 H100 的这个 GPU， 那需要去 training several months。比如说这里面的50天、90天，以及呢可能最终的这个 GPU 的 utilization MFU 呢可能是比较低的一个程度，比如说是40%左右。如果我们在 public cloud 上去租赁这样的这个 GPU 呢，可能呢意味着我们对于它的这个使用呢已经就是有60%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消耗。对，右边是 Llama 3的 technical report 里面的一个统计，就是在这54天的periods 训练的这个 pre-training 的这个阶段呢，大概有很多这个故障。这些故障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GPU 的这个故障呢占第一位，大概算下来，可能年化的 GPU 的故障率呢是大概是6%到11%，也就是说呢，对于一个万卡的10,000这样一个规模的这样一个 GPU 的集群，每一天都会有 GPU 产生故障。对，但是造成这个效率低下的原因呢，不一定是很多硬件的故障。那比如说这下面左下角有两篇Microsoft Research MSR 的一个文章，他指出呢，在他们的这700多个 training 的 job 里面呢，大概有分析了所有的这个失败的这样的一些 case， 发现呢排名前三的呢有这么几个，比如说红色的是计算，计算相关的，比如说一个不太合适的 batch size， 那 batch size 设置的不合适的时候呢，你的这个效率就非常低下。橙色的中间的呢是 memory copying， 从这个 host 的memory 到 device 的这个 high bandwidth memory 之间的这个 copy 的效率很低，再到紫色的部分呢是不同 GPU 之间的通信，比如说 NVLink， 比如说 RDMA， 那更多的是后者造成一些效能的一些低下。所以说呢，解决这样一个效能提升的一个问题呢，并不一定说我们能观测到故障就能够去很好的解决，还有很多代码层面的问题。那另外从 LLM 的推理过程中来讲呢，我们看到呢它的这个开销也是蛮大的。比如说我们在左上角看到呢，假设我们把整个 Llama 3的405B 的模型去加载到显存里面，不去做任何的量化，右上角消耗的显存呢是 1.18T。那这意味着我如果用 A100 或者 H100 的话呢，我们需要大于两个这个节点需要大于16张卡才能去把它加载进来。而这里面呢似乎是没有一个比较好的赢蛋，比如说你用更少的 GPU， 那你的加载时间就会更长，你会有更长的 time to first token TTFT。 那如果说你用更多的 GPU 呢，你中间的这个网络的这个通信就会更加频繁，然后显存呢也会更加碎，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到的一些挑战，以及呢推理过程中除了这个我们看到的一些显存的大小以外呢，对于显存的这个 profiling 现在也没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比如说这个是一个 VLL
社区的开发者去向 PyTorch 社区提交的一个问题，他们在去将 PyTorch 从2.1.2 升级到 2.2.0 的时候呢，就发现呢现存的这个去 estimate 的这样一个机制呢不太 work 了，导致了 OOM。 那这个时候呢，因为整个 software stack 从这个业务层面到 VLLM 到 PyTorch 再到底下的 Python 或者是 C++ 的 code 非常的纵深复杂，那怎么样快速的知道现存是由哪个函数哪个部分哪个模块去使用的，也是一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所以除了这个推理的这样一个应用以外，如果说我们要把推理过程部署到线上去 run 一个非常严肃的推理的在线服务 X service 一个 online service， 那这个时候我们除了要去面临这里面红色的这个LLM 的推理服务和这个 agent 的一些服务以外呢，我们还需要去解决整个其他的外围的一些微服务的可观测性问题，像 API Gateway 呀、OAuth 呀、像RAG Service、VectorDB、Cache 等等很多很多这个分布式的一个服务。那这就涉及到我们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一个在线的业务、在线的分布式的业务，怎么样去做到它的可观测性，或者说怎么样去做到它的分布式追踪？那以及呢？不只是在云端，左侧可能我们更多的看是在云端 cloud side。 那在 edge side 呢，我们还有一些场景，比如说robot operating system ROS， 那么在汽车上smart vehicle， 或者说在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上 robot 里面，那用 ROS 去调用本地的小模型乃至云端的大模型，怎样把它的这个全站的链路都去呈现出来，这也是一个挑战。以及呢，除了在我们去面对大模型去讨论一些大规模的场景以外呢，更多的企业可能都是面临着我有很多异构的资源，在 public cloud 上有很高质量的 GPU， 但是在我的这个 IDC 里面呢，可能是一些比较customer grade 的这个 GPU， 怎么把它组成一个大的集群去理解从 GPU 到 PCIe到 CPU 等到网络的整个这个 bottleneck 或者是 profiling 的这个 flame graph， 这也是一个今年的 ACMCCOM 2024有一篇文章也在讨论这样的问题。对，那么总的来说呢，今天的这样一个分享呢，我想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的呢，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确保一个典型的一个 GPU 的一个应用，它从memory copy 到 kernel到这个Nico 的这个集合式的通信，再到 memory copy， 这整个过程里面包括 kernel 的 compute 的问题、 memory 的问题、 communication 的问题，怎样去覆盖 tracing 和 inference， 那以及对于一个在线的一个推理服务，怎么样去做到它的比较完善的分布式追踪。对，这个呢我们有些什么样的新的思路。那我们看看现有的解决方案他们是怎么做的。那比如说对于这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如果说你用到了这个NVIDIA 的 GPU， 那它有一个 DCGM 的 Prometheus Exporter， 可能去看到风扇温度、 GPU 利用率、显存的利用率，但是呢它能够帮助我们的更多的是说去 detect failures， 去发现故障，它并不能去回答这个故障或者是性能低下背后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说它能做 monitoring， 但是不能去做 observability。 那我们看看如果说对于 GPU 来讲有些什么样 observability 的一个工具呢，我们可以看到英伟达 Insight 可以去做 profiling， 那这个时候呢一般可能聚焦在这个GPU side， 那对于 CPU 的 context 呢可能会有些缺乏，以及呢最主要的问题呢可能是它要对于进程做一个重启，然后重新 attach。 然后对于 PyTorch 呢，实际上有一套比较成熟的 profiling 的一个机制，可以在代码里面去启动一个 profiler。 那这个 profiler 呢我们可以看到它非常小心翼翼的去 wait一个 cycle， warm up 一个 cycle， 然后再去 active 两个 cycle。 对，实际上这里面需要一些手动的设置以及非常小心翼翼的避免对于性能产生影响。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看到，其实它也是，比如说，只是针对 PyTorch， 像 OpenAI 去 Open Source 的，像 Triton 啊等等这样的一些 Framework 啊，就没有很好的这样的工具链，以及呢有一些性能的损耗，以及呢需要去重启进程。对，所以今天呢，以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其他的，对于网络方面的 RDMA 的一些profiling。公有云呢确实有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需求 ，public cloud 的 customer 去运行这个 AI 的 app， 对于这个 RDMA network 呢其实是一个黑盒。那这里面有一些相关的工作，像 Meta 呢就做了一个network 的 observability， 使用交换机上的一些metrics 来去做，以及呢像字节 ByteDance 和北邮。去做了一些 RDMA probing 的一些工作探测，像 PinMesh 啊，以及像 HostPin 啊，都是很好的一些工作。但是他们倾向于在主动探测这一侧，并没有去说对于实时的这个流量去做一些profiling。那还有呢，就是 tracing 这样一个场景，我们看到呢，基于 OpenTelemetry 的生态，有 OpenTelemetry 呀、OpenLIT 呀、NineSmith 呀。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他们的 document 里面都可以看到支持的一般是 Python 或者是 TypeScript。 但是作为一个严肃的一个在线的服务呢，除了这个agent 本身，或者说除了这个推理服务本身呢，还有很多外围的这些服务怎么样把它串联起来以及呢现在我们看到呢有一些企业呢也在去探索一些其他的这个语言的 framework， GoLand 呀等等，所以这个可能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讲一下呢，实际上这也是基于我们的一个开源的一个项目 DeepFlow 来去做的一些实践吧，就怎么用 eBPF， 怎么用 eBPF 来去实现一个零侵扰的，我们叫 Zero Code Observability， for LLM training 和 inference。那对于 eBPF 呢，今天那个李纳斯偶像对吧，他也提到了两个技术，一个是 BPF， 一个是 Rust。 对，我们看一下 BPF 有没有一些它的一些独特的一些特质。那它可以去对于内核 kernel 和用户态的所有的这个事件，比如说 socket event、process event、 kernel events、 hardware event 以及 function event 都可以去获取到。那甚至于比如说对于一些 bypass kernel 的，比如说 CUDA 或者 IBverbs， 那也可以去通过 eBPF 来去获取到。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 eBPF 这个技术它已经可以非常轻松的通过很安全的在沙箱里面去运行，以及呢不需要对任何的进程做改造，就能够去实现整个Linux host 这样的一个可观测性，从 application 到 kernel 到 device。 对，那所以这里面特点呢，就是主要是两个，一个是 zero code， 不用去对于这些进程做改造或者 restart， 对，以及 full stack， 可以从 application 到 kernel 到 device。 对，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优势。对，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当然我们所做的工作也是基于前人的一些探索，像左侧的Meta 的一些工作，它是在去年的 eBPF Summit 上去分享呢 Meta 呢使用 GPU profiling 去解决整个 Meta 的这个10,000 scale 的 GPU cluster 它的一个 profiling 的一个问题。它也提到了像 PyTorch 的一些性能的做 profiling 的时候的性能的低下，以及呢需要去修改代码以及可能缺少一些全站的信息。那右侧呢是华为华为做的一个工作呢，它是在端侧对于robot operating system 做的一个 tracing， 但是呢是比较局限在端侧的 ROS 的进程里面，没有去做整个调用链的一个延展。对，那我们也在此向前人的一些工作表示感谢。在 DeepFlow 的这个里面呢，也学习到了前人这些工作里面很多的一些经验。对，所以我们来去看一下呢，我们要去做到 profiling 和这个 tracing， 需要去解决一些什么样的技术的挑战。这张图呢，大概讲了一下我们去做一个，比如说以 PyTorch 为例，
那 PyTorch 为例呢，我们怎么样去做到一个 full stack profiling？ 那可能我们有一些业务逻辑，比如说我们的 algorithm， 我们的推理和训练的 algorithm， 我们的推理的 framework， 比如说 VLLM， 或者是其他的像 SGLine 啊等等，以及这个大家都可能都会基于 PyTorch。以及呢，所有这些可能都是 Python 的，那下面会有一个 Python runtime， 那再往下呢，就是，会混合使用 GPU 的算力，通过 CUDA 的 runtime、CUDA 的 core， 或者是说会使用一些 CPU 的算力，那有一些计算呢会 offload 到 CPU 上，那怎样把整个这个 full stack 的这个动态都通过像 flame graph。像这样一些方式，比如说 on CPU、on GPU 等等 HBM 的这个内存的申请啊、使用以及内存的 copy， 我们把它的这个火焰图展示出来，把它的这个bottleneck 来去展示出来，以及呢就像这个 insight 一样，把这个整个的 GPU 的调度哪个地方忙、哪个地方闲能展示出来。那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些比较关键的一些技术，比如说我们可以用 eBPF 的 sampling perf sampling。或者是用 eBPF 的 hook， 像 eBPF hook 呢，我们就可以去获取到，比如说 kernel 的 launch， 以及 CUDA 的 malloc free 的一些时间点，memory copy 以及这个 host 和 device 的同步，还有一些像 leako 的这个函数的点。除了去获取数据以外，我们去 collect 数据以外呢，我们还要对于数据有一个 correlation， 就是把这个 Python 的 stack 和下面的 C 加加的 stack。去做一个 unwinding， 做一个 stack 的获取，以及把这两个 stack 关联起来，形成一整个 stack。因为我们希望去看到的是，比如说像下面这张图一样，如果我们简简单单只是对于 Python 这样一个 Python 的 script 来去拿到它的 stack， 那从 Python 的 interpreter 呢就可以去获取到这样一个 stack。但是呢，由于下面绿色的和黑色的部分呢都是基于 C 加加的，那我们需要将Python stack 和 Python 的这个 C 加加的 stack， 以及这个下面的这一部分的 C 加加 stack 去合并起来，所以这里面会涉及到一个 stack merge 的这样一个过程。那右下角也有一个我们的这个 GitHub 的一个链接，里面有一些 code。那今天呢，我不太会去讲这里面一些细节。deepflow.io/deepflow， 对。那另外这里面有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去获取这个显存的 profiling， 就是 memory profiling。那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可以去用 uprop hook CUDA malloc， 是这片代码，以及用 eBPF hook CUDA return prop 去 hook CUDA malloc， 拿到这个memory 的 address。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下一步呢，在uprop 里面去 hook CUDA free， 就可以通过 address 的一个对比。两者做一个差来去计算到 memory in use， 当前使用的这个显存的一个量。对，刚才讲的是 profiling， 那么对于 tracing 呢，今天我会简要的去提一下。实际上呢，如果纯粹使用 eBPF 做 tracing 呢，这里面会有一些挑战的，主要挑战在于一个 downstream service 通过 service去访问它的 upstream 的时候呢，怎样将 ingress 和 egress 它关联起来。这里面我们也把我们的一些机制和原理以及代码都去通过像 ACMCCOM 2003的 paper， 我们有一篇关于 deepflow 怎么去做 zero code distributed tracing 的论文，里面有一些很详细的一个解释。以及呢，大家如果说去 GitHub 上 download deepflow 的代码，就可以去体验到这样的一个分布式追踪的一个能力。我相信还是一个非常exciting 的这样一个能力。这样的话就避免我们去 instrument 代码去重启代码就能去做到分布式追踪。当然这里面纯粹使用 eBPF 也有蛮多挑战，比如说这个 service A 里面出现了跨线程的一些调用，我们在有些场景解决了，那但是呢，不是所有的场景都解决，这个时候还需要去依赖一些 APM 的 trace ID 的instrument。对。那最后呢，和大家分享一些practical 的 case， 我们怎么样去用刚才的这样一些能力来去支持我们对于 LLM 整个过程的一个优化，比如说
这里面提到的首先我们看看在 DeepFlow 里面呢乃旭提供了基于 eBPF 的 auto profiling， 我们叫它auto profiling。 那从eBPF 的能力角度来讲，它在去做 sampling 或者 uprobe 的时候呢，去可以拿到整个函数调用站，包括各种语言像 ELF 类型的 Rust、Go、C、C++ 以及虚拟机语言像 JVM 虚拟机语言，以及解释性的语言比如说 Python 或者 Ruby 等等这样的一些语言。那包括呢最上面的这个业务函数 business 的 function 到 lib，比如说我们有一些 framework VLLM 或者 PyTorch， 再到下面的 runtime， 比如说 Python 的 runtime 和 Java 的 runtime， 再到下面比如说这个有些像以及 libc 啊Linux kernel 以及 CUDA 的一些core function， 比如说 memory CUDA malloc 啊 leco 啊等等这样一些函数，都可以去实现整个函数的一个获取。所以呢其实我们可以去做到各个方面，像 GPU 的 HBM 的 RDMA 的，我们来依次看一下，先看一下 GPU 的一个 profiling。这里面有一个例子，这是 DeepFlow 企业版的一个页面，我们在我们的这个 Grafana 上也提供了相应的 plugin。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对于一个我们这里面举了一个例子，用 PyTorch 去 train 一个 NanoGPT，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full stack 从 CPU 到 GPU 的整个火焰图，大概呢比较小，所以我把这个解释写到了这边。比如说 Python 的algorithm， Python 的 VLLM 的 function， 当然这是一个训练的部分就不包含它了，那以及 PyTorch 的 function 以及这个 CC++ 的 function。 比如说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大概不太清晰，这个是 memory copy， 下一页应该清晰一点。对，像CUDA 的memory copy 啊这个 nonce kernel 啊等等这样一些函数，我们可以在这个 stack 里面直接很清晰的就能看到。那还包括呢，就是刚才讲的是这个 kernel， 就是 compute 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memory 的部分。那 memory 部分呢通常也是性能瓶颈之一，比如说显存导致的 OOM， 或者是说这个显存的和 CPU 的上的内存和主机上的内存之间的拷贝的一些效能的低下。这里面我们也举了两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去获取到任意的function stack， 从刚才讲的这个 Python 的 function 到VLLM 到 PyTorch， 它对于memory 的 alloc， 哪个函数 alloc 的memory 大，那这个是我们直接通过eBPF uprobe 来去直接就能获取到的。我们只需要去计算每一次 uprobe 每一次 CUDA malloc 的时候去 alloc 的这个函数alloc 的memory size， 以及呢alloc 的时候的整个函数调用站，整个函数调用站我们就可以去画出这样的 flame graph。那这是一个 memory unlock， 对，以及像 memory in use 呢，刚才已经前面举过例子了。那如果说我们去用 uprobe 去 hook 了 memory unlock， 再用 uprobe 去 hook memory free， 两者之间做一个address 的一个差值，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任意时刻的 memory 的正在使用的这个显存。对，这里面也可以看到相应的函数调用站以及热点。对，所以刚才讲的是两个内存方面的，当然内存呢还有一个比较蛮重要的一个 bottleneck， 就是 memory copying， 其实也是类似的一个能力，它也可以以火焰图的方式来去展现出来。另外第三个部分是我们正在进行中的一件事，就是 RDMA 的这个 profiling。 对，那 RDMA 的一个挑战在于呢，它的这个流量体量非常大。那如果我们直接用像类似于packet capture 的这样一些方式来去对这个 RDMA 网络来去做一个 profiling 呢，这里面会有一个很大体量的一个吞吐，我们很难去用user space 的一个进程来去分析它。那所以呢，这里面我们用的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呢？就是通过 eBPF hook uprobe 的方式来去 hook RDMA 的这个控制层面的信令，像对于 qpair 的 state modify memory region 注册和取消注册，以及这个 buffer 的 send read write 以及这个
work request 这个是否 complete 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 hook。对，通过 hook 这样一些函数呢，我们现在看到呢，其实它能够去提供一个非常精细的一个可观测性的一个能力。例如我们如果去pull 这个网卡的 matrix。或者说交换机的 matrix， 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一张 RDMA 网卡上的latency 或者是 packet loss 或者 throughput 是一个整体，但是通过 eBPF 呢，我们可以去获取到每一个 Q pair 它的这样的一些指标，以及呢每一个 Q pair 背后所关联的 KBS pod 或者我们的这个 task 相关联的一些指标。对，所以这应该是一个更精细的一个能力。除了左边三个呢，就是训练和推理呢，更多的还是对于日常的一个效能的一个提升。右边这个呢，其实分布式追踪呢，是对于我们去run 一个 LLM 的 inference 的 service， 那怎么样去保障它的这个可观测性？分布式追踪 distributed service， 我们也去展示了一个案例，比如说我们的一个。比较简单的从API gateway 到 microservice 的 gateway， 到可能会有一些 sidecar KBS 里面 sidecar， 到我们可能有一些 frontend 的 service 可能是writing in Java 对吧，也可能我们有一些这个 inference 的 service 可能用 Go 或者是用基于 Python 来去写的，以及呢我们可能会去用 VLM 呢来去直接 serve 一个模型，那以及有一些像 VectorDB 等等这样的一个复杂的一个 call 一个 distributed service。那如果说我们用 OpenTelemetry 的一个方式来去 instrument 的话呢，我们可能会去得到一个局部的一个调用链，比如说我们可能解决 Java 的问题，我们有 Java agent， 我们可能会去注入一些 Golang 的 SDK， 我们会去增加一些 Python 的 code， 但是通过 eBPF 呢，我们能够去拿到所有的这些 request。对，这些 request 呢，我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相应的这个 ingress 和 egress 之间的关联关系，就像 DeepFlow 的 SIGCOM paper 里面去解释的一些原理一样，把整个分布式的追踪的调用链去呈现出来。对，那以及呢，就是在LLM inference 的场景下呢，其实API 也有一些不一样。像我们经常能够去感知到的一个不一样呢，就是我们在去用一个 chatbot 的时候呢，那这样一个 chatbot 呢，它更多的可能会去用一种 streaming 的方式来去通信，就像你这个打字机一样，对吧？它会去持续的去把 token 去 output 出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要去选择一些像 gRPC 等等这样的一些 streaming 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 RPC 的一些方式。当前呢，我们在 DeepFlow 里面呢，通过两种方式来去支持很复杂的一些协议。第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对于一些well-known 的一些 famous 的一些协议呢，我们直接在DeepFlow agent， 它是一个 Rust Rust 写的这样一个 agent 里面去实现了这样一个支持，来去获取到比如说latency error code， 然后这个吞吐量等等这样一些信息。那以及呢，我们也提供了一个 plugin 的一个机制。通过比如说 Wasm plugin、Nuwa plugin 来去 plugin 到 agent 里面来去做什么呢？比如说会有一些 private 比如说你是一个 private protocol， 是一个 RPC over TCP， 或者是一些你想拿到一些自己业务相关的一些信息，比如说 unique 的 user ID 啊、prompt ID 啊，或者说一些 token 的 usage 啊等等，都可以通过plugin 的方式来去在不修改线上运行代码的一个情况下，直接就可以获取到所有的这些信息。那这是一个我们对于协议的一个支持。实际上这应该是对，刚才应该是我所分享的最后一页 PPT 呢。这是我们 DeepFlow 项目的一个介绍。我们的这个官网 deepflow.io， 也欢迎大家呢去到我们的 GitHub 上去给我们点一点 star 啊 ，DeepFlow.io/DeepFlow。对，那 DeepFlow 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呢？它是希望去实现一个 zero code 和 full stack 的 observability， 面向比如说 cloud native 的应用、AI 的应用、AI 的 infra。那比如说对于 AI 的这个场景下呢，我们通过 eBPF 和 Wasm 来去做到一个没有任何代码修改、建成重启，
支持，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集合式通信的service map， 支持我们的这个 distributed tracing， 对于 online 的 inference service， 以及支持我们的这个 full stack 的GPU profiling， 对 memory profiling， 那也欢迎大家去关注。OK， 那这就是我今天分享的主要的内容。我们可能还有一部分时间，可以欢迎大家的问题，谢谢。一个麦克。对，我有个问题，就是现在就是我看主要是GPU 那个 HBM 和网络，就是那个在存储这块，就是我们现在有什么计划要支持什么存储产品吗？我们本身不去做存储的一个存储的一个支持，但是这里面呢，我大概看一下，所以我们会去在 tracing 的过程中呢，会去看存储的一个性能，比如说对于 Elasticsearch 或者说对于一些进程，它在去读写对象存储啊，或者说读写 checkpoint 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通过 eBPF 去 hook 呢 read write 的 syscall， 那我们就知道它读取的这个过程中耗时是多大的，以及它读写的byte size 就读写的多大。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很清晰的去判断，比如两种场景。第一种场景呢，就是它是不是有一些比较慢的点，这第一种场景。第二种场景呢，就是在一个分布式的一个training 或者 inference 的这样一个场景下呢，是不是会有一些某一些节点它比较慢，但是其他的比较快，这个 eBPF 也是能做到的。在我们的一些在线应用的这个场景下呢，其实会有很多主要其实是和数据库相关的，像 MySQL 它的 binlog 的写入啊，然后 Redis 它的这个snapshot 等等这样一些场景。对，好，谢谢。你好，我问一下，就是这个 eBPF 是怎么把这个底层的这个跟上面的这些 full stack 信息都关联起来的？这个就是 deep flow 做的事吗？还是？是的。对，其实 eBPF 本身呢，可以去拿到很多这里面的信息，比如说 process 去 hook 一个 function， eBPF 本身可以去 hook 任意的这个 function， 那你在每个地方都可以去拿到一些信息。那关键是呢，可能要需要将一些全站的信息给关联起来。比如说我刚才也举了一个例子，我们怎么样将这个整个 Python stack 它的这个 function called stack，从 Python 的 function 到C 加加的 function 能够去关联起来，是要做一些工作的，我们叫它 stack merge。 对，你好，有几个小的问题啊。第一个是那个比如说这页然后是在 Python function 里面去拦，那比如说那个 torch PyTorch 本身有自己的那个 profiler， 对，就是这两个会结合吗？比如说在 timeline 上面对，现在我们没有把它直接结合起来，但是呢，就是作为 DeepFlow 这样一个项目来讲 ，PyTorch 的 Profiler 它的数据呢可以吐给 DeepFlow， 也可以去展现。就是你要么开启 PyTorch 的 Profiler， 要么开启 eBPF 的 Profiler。对。OK， 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你 eBPF 你应该是可以动态开关，对吧？对，就这个 Profiling。然后，但它那个数据会吐比较多，尤其是库大那个拦截的话，因为 kernel 调用占比较深，所以一下那个profiling 的数据特别大。就那个有什么好的存储方案吗？对，我目前呢在 DeepFlow 里面是用 ClickHouse 来去做存储，当然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说其实这里面每一个函数它非常长。第一就是函数的名字呢要去做一个 compress。第二呢就是说呢，其实我们每次在去做 profiling 的时候拿的是一个站。这个站呢其实我们可以给它标记一个 stack ID， 那某种程度上它可以去拿去做这个压缩，就如果说压缩以后呢，其实对于 agent 到ClickHouse 的一个传输，以及对于 ClickHouse 的一个存储都会有很大的一个优势。对，所以关键就是压缩。你就所有数据直接进 ClickHouse 往压缩是吧？对，当然我们在 ClickHouse 之前我们有一个 DeepFlow Server，他会去干一些事，包括给这些数据打上 tag enable， 包括去做一些压缩。对，ClickHouse 本身的压缩呢，其实我们没有太用它，因为它本身的压缩呢，可能是不太适合于对于这种更加特定的一个场景能去发挥很多作用。对，
OK， 还有一个就是还是跟那扩大相关，就说，现在主要拦的都是那个显存操作相关的吗？还是说所有的扩大调用都会去拦？我们会有一些选择性，其实主要是这样几个部分。当然刚才有下面的提到有 IO 啊，像 Non-Kernel 就是做运算的，显存的 copy 的，然后同步的，然后以及 Lico 的一些函数吧。对。OK， 好，谢谢。嗯，非常感谢啊。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比如说像 TensorBoard 的话，它除了展示了一些这些比较细节的东西以外的话，它还有一些宏观上面的那个建议。因为从你们的这个看的话，相当于说细节非常的丰富，然后的话你们是否有一些那个宏观上面的那个建议或者说提示呢？因为不然的话这个东西只能给特别专业的人士才能看。是的是的，其实我们现在做的更多聚焦在上面这个部分，然后我们也看到无论是 NVIDIA 的 Insight 还是PyTorch 的 TensorBoard， 它有很多很多展现方式。DeepFlow 现在所处的阶段更多的是怎么样把数据拿到，而对这些数据的可视化的方式怎么样去展示，怎么样去分析呢，是我们下一步要去做的。我们希望呢能用 zero code 的方式来去达到，至少要去达到已有的工具现在的水平，然后未来呢我们会再去做一些更多的迭代，比现有的这个水平做得更好一点。所以简单来讲就是先做采集，以后再做一些 advice 或者是 visualization。感谢分享。你好，我想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这里那个就是最基础的函数，就是这些 CUDA function， 有没有什么手段可以就是拿到 GPU 里面的回源图呢？实际上因为这个地方我标成了黑色，它是这样一个意思，就是说 CUDA 呢有一个 runtime RT 的这个 lib， 然后有一个 core 的 lib， 对于 CUDA core lib 呢是不开放的，所以呢实际上我们不能拿到它里面的一些活动。是的是的。对，但是呢我们可以去做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可以去和 Insight 去做一些互动，把两个数据给粘连起来。但这个时候呢可能你要去获取 Insight 的数据就得去做重启呀，以及做一些很精细的一些东西。我们在去思考这件事的时候呢，可能我们更多的是说对于CUDA 内部或者是 NVIDIA 内部呢已经有了很好的 Insight 的一个工具，而这样一个能力呢我们更多的是想去给上层的这个比如说系统工程师、算法工程师，他能去看到一些上层业务相关的一些情况，使得他更好的能去从上层来去做优化。对，明白明白。 GPU 这边的话可能这边目前还是就用 Insight 的能力是吧？是的是的。对，谢谢。好，可能时间也差不多了，欢迎大家线下再交流，谢谢。